来姊妹，愿恁平安，咱继续三甲来敬拜咱的神，用心灵甲诚实敬拜，那是三甲祈祷。感谢主，予阮今仔早起犹原有生命气息，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，伫阮的厝内有法通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感谢主。予阮伫疫情的期间一年过了，虽然有时真袂方便，总是你有缘予阮开力、精神、吞忍来过日子。阮甲你讲多谢，也感谢主，予阮过去一礼拜内面有经验着你的同在、你的看顾、你的能力、甲你的供应，阮献上感恩。主，阮求你继续甲阮做一下。顶礼拜上下有鼻痛的人，你已经咧医治伊，可以完全好起来。求主锻炼阮一礼拜要来，有缘有你特别的同在甲看顾。阮相信讲，阮出阮入，耶和华要保护阮。主啊，阮经验着。虽然阮有时阵无细腻，会伫遐家己注意，无爱过一个安全迄款诶生活，所以阮有时会随便，叫你赦免阮，互阮诚实安分守己，来照政府所规定诶原则来生活，互阮袂得到伫遐。和病毒传染着，主，阮为着阮一个肢体，就需要出去，有时买物件，也是做生理，因需要你的保护照顾。求主锻炼，主，阮的骨位伫厝内，常常伫遐创真侪代志，也求主予阮习惯有一款的生活方式，袂得到。心理方面，会伫遐伫袂好势，就主人民，主阮为着阮所寄起来这个国家继续祈祷，就主帮助每一个执政长官呢，有天顶来的开力，智慧聪明，怎样锻炼阮所寄起来这个菲律宾的国家，主阮也为着真侪教会继续来参加聚会，用真侪方式。来将你的话语传开，感谢你姊妹分享你的话语，我们每一摆听你的话语的时阵，拢得到助就得到帮助。愿你听我的祈祷，甲我们上合做一下，我们今仔早起有缘经验到你的灵心灵要引带我们进入真理里面，你不讲心灵要引带我们进入真理的明白。阮听了后，阮应用伫阮生活内面，互阮真侪听多，会晓行多，会信多，帮助阮伫这个末世时阵，继续有听你的心，听你的教诲，啊，听亲朋戚友，会晓因带因来信耶稣基督。转来阮刷落去的时间，互阮经验着你的同在，奉耶稣名基督。阿门。今仔日咱要继续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讲真侪方面的譬喻。今仔日真特别的譬喻是亚邦的譬喻，亚希邦的譬喻。哦，这个譬喻真特别，只有四节那样，总是伊的真理，伊的信息真重要，真严重。提醒咱，予咱为做马马虎虎的过日子，马马虎虎做基督徒，予咱真做真实的基督徒。所以这个亚邦的譬喻真重要，在这个末世时阵，咱需要一款的精神，予咱听候主第二摆过来的时阵，咱已经知影讲，咱是得救的一国的人，要甲伊相见面，
所以咱从四十七开始看吼，天国上帝话佫讲，佫亲像甚物呢？网也伫海内，网也伫海内，聚集了各款的水族，各款的水族无分啊，聚集了网基满了，满了，人就拖上岸来，因坐落来。更好的收在器具内，将无好的、无好的鱼还是水族，放杀丢弃了，放弃了。世界的目标也要安尼，天使要出来，天使要出来，对异人中将歹人分别出来，对异人中从歹人分别出来，喺在黑暗里面。喺地海奥里面，地下得下要哀哭切齿，第落尾五十节也严重。喺地海奥里面，地下得下有哀哭切齿，哦。所以天国的譬如是讲，亲像网也伫海内，网也伫海内，就是要达款的追逐，网既然满了，啊，或者钓鱼人到岸顶的时阵，更好了。啊，收的器具来，收的器具有录音啊，哦，还是到真久的时间，将蒙好的就无录音了，丢弃了，放失了。所以一百多位就是啊，末日的时阵，天使要来将异人哦，对歹人的当中分别出来。所以咱的解释是啥物呢？啊，天国的福音，哦，咱就望希望，哦，传予普天的人，海也大也阔，普天的人，这个望偌久呢？2021咯，在第四个，咱你听好，今次就第二摆个来，世界末了就是审判的时刻。世界的末了有审判的时刻，哦，然后天使要为异人中将歹人分别出来，天使对异人中，哦，将歹人分别出来，一再讲到教会里面有真实的基督徒，有假基督徒，该分别出来，一再讲到信主的人对全世界。真侪无信侪人啊，分别出来两方面哈，所以异人得到保准，异人得到保准，对你请派人从迄地海而来啊，有分别了吼啊，受的器具来，意思讲伊得到保准，到永远永远甲上帝做一下，甲上帝上合做一下，异人得救，派人迄地海而来，哦，落尾则讲。去地下而来，地下我哀哭切齿，隐隐万万受痛苦。天国里面何派有参杂个？哦，在天国里面何派有参杂？在末日要接受天国国王而来审判，而来审判。在末日哈，而来审判。这个时机哦，天国的后面扩团哦。末日有两款的讲法，啊，有两款的时机。头一个时机是教会时机来了，就要经过大灾难，哦。然后大灾难在千禧年国度了后，再主要建立的国度的对象了后，就一个无信主的人的审判，哦。这两个时机，无论是教会时机，还是大灾难的时机，天国的方向的扩团。农历看团，哦，你要看启示录，要提到144,000的以色列人被传遍天下传福音，那是大灾难的时机。教会里面有真假信徒，一直存在，真假信徒一直存在。在基督教来审判的时阵，真假信徒会分别出来，真假信徒会分别出来。哦，会保存真的信徒，保存的假的信徒会帮助，所以咱有相信这方面。
哦，人叫做切撒罗尼加后提到讲，耶稣第二拜过来，教会真实的信徒被提到空中，甲主三度，或者无真实的信徒会放咧，哦，会放咧，会经过大灾难，哦，所以咱先讲到基督徒的审判先，哦。基督徒大众的审判，基督大众的审判，就是基督大众工作的审判。啊，是叫做审判，总是伊是较积极的。好、哦，较常常讲到审判，咱是真消极。好、哦，唔是，这个是工作的审判，这个唔是得救无得救的审判。哦，因咱每一个人，那信耶稣基督了后。就是经过十二个的审判了啦，咱用心灵来相信耶稣基督，推咱顶十二个，迄个时阵，以十二个审判向咱执行咯，咱得到赦免咯，主赦免咱的罪，咱承认咱的罪，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，咱得到罪审判了啦，所以将来无可定罪了啦。咱将来是工作的审判，所以你来看第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第十节有讲到这个基督大众的审判。因为咱真人，咱做真人，基督徒、信徒、真实的信徒，才刻要伫基督大众显露出来，这个哈，才刻要基督大众显露出来，叫大家人按照本心哈所行的。无论是好还是歹，受报应。意思是讲，咱若伫世间真实听主、遵行主的命令、的教示，听别人、听教会，为主来着磨，为主来落苦，为主来做工，拢是好的，咱要得着受赦。咱若伫世间马马虎虎做基督徒，无啥追求。啊，听信无够热，啊是伫天堂，因为得救唔是靠行为嘛，是靠主的恩典，主的宝血洗清，才有咱上天堂。但是无上诉啦，咱像你毕业的时阵，75分及格，拄拄及格，就做帮助人。和咱基督大众的时阵有上诉，大家人有上诉哈，所以。咱来看这《哥林多后书》有两方面，基督工哎，去信徒吼，工作心态的审判。耶稣要审判的时阵哦，是看咱的心态呐，不是看咱外表最偌济好的代志。最外表最好的代志，听人帮助人，传福音，把人带人信主。拢是心态内面出来的啦，所以头一点，伊你来看这段的时阵有两项哦，就比如讲，坦然无惊吓，然后伊再刷落去，惊事做人是凭着信心，唔是凭着眼见。咱伫世间，你听候主第二摆过来，无惊吓的哦，咱伫遐。真爱主来了啦，无惊吓的。但是惊事做人，为什么无惊吓？因为惊事做人是凭着信心，唔是凭着眼见。头一点啊，第二点，第九节就讲，应该坦然无惊吓。咱治疗志向，要对主会欢喜。咱治疗志向，要对主会欢喜，要上帝会欢喜咱，主要欢喜咱的。心态，咱所做的是讨伊的欢喜，两项啊，凭信心，唔是凭着眼见。第二项，对主的欢喜，常常互主欢喜啦。哦，说落去，咱相信讲，大灾难了后，上耶稣第礼拜正式过来，哦，伊为迦拿山伯上天了后，迦拿山伯过落来。那就是大灾难了后，要成立伊个千禧年国度。然后这千禧年国度了后，哦，犹太人144000个人团片
啊，天下咧传人信主了后，就清理了后，就会对释大宝座会出来。这个是对无信主的人的审判了。被释大宝座审判，哦，约翰使徒约翰，我搁看起写落来，开始了这个被释的大宝座，甲坐伫顶面的万王的王。万主的主耶稣基督坐在顶面的，啊！迄时阵耶稣要审判所有无信的人，所有无信的人。所以咱来看刷落去，迄这十二节真清楚。我阁看迄死掉的人，哇，算千算万，算迷人吼。我阁看迄死掉的人，无论大小，哇，伊想无论大小有多少岁。拢徛伫宝座前，白色大宝座前，安冠天开了，头一本册安冠点开了，并且另外一个冠搁点开，两本册啊，好、哦，就是生命册，第二本是生命册，真奇怪个安冠讲，死掉的人拢变着抓个安冠，头一本册是 plural 多数的，抓个安冠。我本身解释66本的圣经，所记载的，照因所行的受审判，所以要审判无信主的人是上帝为主。圣经讲啥呢？信耶稣得救，唔信耶稣的人就定罪了。清楚？耶稣讲，我就是堕落真理话命，那无接着我，无人通告别下去。也清楚吼，所以照迄本安冠，在安冠所记载，要审判无信的人，要接受伊的审判，就是咱的譬如讲，要去伫黑暗内面，伫遐哀哭切齿啊，就只帮助咱，予咱相信清楚咱的救恩，唔通无清楚。到时也咱也徛伫这个白色大宝座，吼、哦。所以第15节有讲白色大宝座审判，那有人名字，咱的名，那无记得我名确定的，就迄伫黑暗内面的，也清楚吼、哦。咱的名，就记得天堂的我名确定。圣经讲，头一本的册，无信耶稣。未得到应许，信耶稣得到应许。第二本的册，看你的名底下无，所以唔通转做挂名基督徒，你的名只有伫教会办公室内面，无伫生命册内面写咧。你什么时阵接受主？什么时阵将你的名写落去了？多谢主。多谢主，我们咱大家人，一名的话名确定哈。今仔暗，你讲主讲主啊，我一名的下啵，你问伊啊，你几多啊？你讲主讲主啊，我一名的下啵，那无我今仔暗，每个温习者，我要接受你最乖求主，你安静，认罪悔改，求耶稣保佑赦免你的罪。求主予你清气的心，求主予你接受伊做伊，你个人的求主，你安尼记得了后，你的名就记得我的名确定了啦。那你姊妹，你着讲说真实的基督徒哈，唔通假，所以一百多个啊，耶稣的奖励一个信徒，就是基督大圣的审判，这边耶稣坐咧万王的王。可是了，被杀大宝做审判，你是伫这边，哦，还是伫那边呢？你甲我就伫这边，耶稣耶稣，你奖励的，感谢主哈。刷落去，我要讲到这个灵魂了，哥吼，这个时期是基督第一摆降临，甲第二摆再临的期间。教会时期和大灾难合起来，这两个时期拢有扩团福音。
头一点福音传遍，万百姓拢有机会听起福音。感谢主，无论是教会时期、大灾难的时期，福音的传遍，哦，有机会听起福音。第二方面，教会时期有真假信徒掺杂做一下，哦，虽然教会有真的有假掺杂做一下，你唔知影要怎样啊？到时天使该分别出来，上帝会有空。第三，咱着家己经历，顶头是得救，清楚咱的救恩，真做真实的基督徒，唔通真做假基督徒。然后呢，生命的荣耀上帝，荣耀上帝生命。哦，咱的主题，生命更新，效法基督，生命更新，效法基督，就荣耀上帝生命。第四，吞吞锻炼别人，哦，甲基督真实的关系，咱就吞的心，继续基督主啊，我亲笔出去也未信主诶，继续用基督，然后机会向伊传福音，然后信主了后，培训别人，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是咱的意向，哦，咱的 mission and vision， 咱要塑造门徒，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时代。然后第五，检讨家己嘅行为，较侪检讨家己嘅行为，唔通骗家己，要悔改，啊，唔通假冒，对上帝嘅义，结出上尊嘅义格，阿咪结出上尊嘅义格，基督大正审判时阵，那咪得到上诉，哦，所以咱要讲三个圣经人物。最咱的感慨，头一个是古约巴兰先知。巴兰先知真可惜，伊只要讲伊贪爱不义的工价，你描写伊是贪爱不义工价先知，好、哦。彼得有提到讲这个巴兰，引诱一挂一些的人，行唔到路啦。试探伊的路啦，比你会惊巴兰的路。巴兰就是迄位贪爱不义的工业先知。伫古约时阵，伊那咧讲预言的时阵，以色列得到祝福啦。伊那每一摆祝福的时阵，以色列咧得到祝福。一摆巴列摩押王巴列，伊爱讲以色列会受害，所以请伊来啦，要给伊一条真。真好诶！诶，一个一条子，通救助一些的人。从这方面，伊无买啦，总是落尾。上帝讲，你呐用用买，我稳准恁去。总是你每一摆开嘴，你就讲我所讲的话，上帝交代伊。所以每一摆举手咧祝福的时，祝福的时阵，唔是救助啊，祝福的话出来。所以，伫迄段诶期间吼，伊咧安尼创诶时阵，天使拿走伊，佮接着一只鹿向伊讲话，总是伊继续做，即下个龙将是祝福诶话出来。落尾啊，启示录有提到讲，伊怎啊引诱百列，吼、哦、来引出一些人甲因诶福音人，吼行甘霖，参合做伙做一下。来敬拜你的神，吃这个上的物件。哇！以色列人离弃正路，行唔对路咯，因为试探这巴力的教训。哇！主怜悯咱，这个时机唔通轻彩听人的假的教训，予咱真实听主的话念念。所以个时阵，上帝真受气以色列人。瘟疫临到因的当中，24,000的人伫迄时期离开世间，处罚因，上帝审判显现出来。哦，说落去是犹大，哦，耶稣的时代，犹大等耶稣三年，无悔改，无改变，啊，也可能最后迄暗，这些玛尼红，伊讲话兵讲我。甲上啊，清脆哦，你得掠伊啦。所以耶稣对伊讲：“犹大啊，
你用清脆的暗号，袂认主吧？你原在要做吗？伊无客气咯，怎啊证明阿叔？阿叔就立起咯，好、哦，洗三只牛棍问阿叔了后，啊，伊后后悔无悔改无认罪，怎啊吊死？啊，怎啊吊死？最后一个是，第三个是。一对夫妇阿那尼亚撒菲勒，彼得的时代、许多时代教会开始那尼，十个人反目相应，然后未参对了后，将所有钱奉献交予许多，让因去上合家、上合生活。哦，阿那尼亚撒菲勒带出来也是未参对，哦，因讲咱留一部分给咱，所以阿那尼亚先去，哦。安那尼亚随去，伊到彼得遐，彼得向伊讲：“参对也无买，毋是你家己的吗？你既然卖了咯，你买咯买咯，结果毋是你做主吗？你怎样心内起一个意念呢？你毋是咧欺骗人，是欺骗上帝。我心灵感动，彼得讲这个毋对，讲了安那尼亚就杀落去死了。”三点钟了后，撒菲勒也是安尼带淡薄，讲是安尼呢吧，吼，也是死，两个丧尸埋葬。上帝的处罚，有时阵是金色的发生咯。求主帮助咱，予咱听起这三个圣经人物做诶代志，拢是咱的感慨，咱的感慨。好人唔通贪恋歹代志，亲像因迄款贪恋诶，叫做帮衬人。主啊，咱共主讲，互我诚侪真实诶去信道，互我诚实为主来活，两项做代志，假使做人接面太物，是凭着信心。唔是变得眼见，然后咱入了咱的志向咯，特别土主的欢喜，土主的欢喜。在基督大庭审判工作的审判的时阵，耶稣要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你有必反省天主的面目，咱来三合祈祷，感谢主。我们今仔早起听起你的声音，听起你的真理，知影讲，阮听多就行多。知影讲，阮伫世间诚实要真实的基督徒，毋是假。阮的名写伫活命册顶的，阮是伫基督大庭的审判，要交效工作的审判。主啊！阮为着遐也未接受你的亲民切约，主怜悯因，予因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做因的救主，予因无要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前。今仔日的信息讲，因要喺伫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怜悯因吧！怜悯因吧，予因清楚因的救恩。主啊，阮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带领阮刷落去，下日子继续为主来活，托主的喜悦，毋是凭着眼见，乃是凭着信心做代志。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